咪咪笑广播网下降之声90.5。今天天气加真冷吼，今天呢是12月初五星期二，今天应该是领钱的，对不对？有人是初五领，大多数拢是初五。今天要给人介绍一段新歌，这段新歌真的有来头。这个唱这段歌呢，是伫咱的这个有线电视台。会使讲是一个开机关咯，而且我应该讲较近的，就是讲伊写过真济歌，真像听个想要甲我点秋风啦，什么避情所困啦，啊，我想要唱的就是迄条什么温暖的瓦壳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搁有哦，恁大人想要点的一首做朋友嘛袂歹，瞬间曲，迄拢一下。进前啊，搁有这个袁小迪的怀念的花路子嘛是一下，啊，搁有哦，乔佑。诶，不将客乱歌，嘛是苏金红老师写，包括书甲如今，伊的作品的真多。这个歌呢是今年都诶家己这个制作啊，家己唱，家己写的歌。这个歌叫做《月亮哪在》，应该是一首真好听的情歌，咱个听看麦。一段情爱，继续搁等待。爱情乎你偏不知，心内感觉少无奈。天顶星。这敢是命运错安排？声声为你叹悲乱纷纷，天光到黄昏，不知何时会离开，心内的矛盾，爱情乎阮感觉袂稳。何必为你乱风吹？天顶星，暗示着阮脚步爱打昏，一切事拢爱靠缘分。就爱尽做这滚滚
破彼段情爱，继续搁等待。爱情乎你偏在心内，感觉就无奈。天顶星月亮哪知，夜会来流目屎，这敢是命运错安排？声声为你叹息啊，这是苏老师今年的上新的歌曲《月亮哪在》。接下来安排这是江辉的歌曲。